数码剑龙，数码翼龙，数码霸王龙，数码三角龙，快打黄金霸王龙变身吧！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霸王龙机器人变成暴龙战车霸王龙了。是呀，而且咱们也没白费什么力气。那还不是我出的好主意。是呀，哥哥，你今天实在是太厉害，太聪明了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夸我呢。哎，你谁？谁在打我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是他。啊！黄金霸王龙为什么要打我呀？对呀，你也没干什么呀。我怀疑是不是你们俩做了手脚。我没有啊，我在这里什么也没干，你可看见的。那就是你。我也什么都没干呀，我只是夸奖你几句而已，对吧，乔乔？是啊，这个我也可以作证。啊，他怎么又开始打我了？是呀、啊，这个黄金霸王龙也太奇怪了，怎么胡乱攻击人呀？行了，你别在这演了。我演什么了？还在这装蒜？我们两个刚刚都被黄金霸王龙打了，就是你。没什么关系吧？你看，你们给我动手吧！哎呀，你有办法，我也打了。这咋可能呢？怎么小小也被打了？我说，哎，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可是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我想，应该是他黄金霸王龙的问题。黄金霸王龙什么问题啊？你来回想一下，刚才只要我们叫了谁的名字，霸王龙就会攻击那个人。对呀，我最开始夸奖土豆厉害，还攻击了土豆。我来了，难道真的是霸王龙的问题？你还在那怀疑什么呢？第二次你再给我个证，就不是他了。哎，你别说我名字了。哎呀，这样看来还真不能说名字。对呀，第三次乔乔叫我的名字小小，就攻击我了呀。啊！哎呦，这个霸王龙真的有问题，你们俩千万别叫我的名字土豆来。